当阳光洒向大地，万物开始复苏，大自然开始向人们展现它的美丽。但是，我们如今的做法是否对得起它的美丽？6月13号，由于地球环境不断恶化，大气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和破坏，空气中的氧气将不再和以前一样安全。请市民们戴好口罩，减少外出，做好防护。不必惊慌，当地政府将会定期为您派发新鲜的氧气，三甲医院或超市中也将进行售卖。